正在移动装配机，快加起防御，保护分解器。已部署装配机，已部署屏障。附近有能量分解器，我们去防守吧。帮我保护分解器。屏障部署完毕。敌军来了。屏障部署完毕。啊！就是要这样做。后退，老生。已部署炮塔。那好吧。开始哨兵。好。你不会喜欢这样的。打中了。这里有出生兽，有只出生兽。死死死！真棒！拜托，不会吧？滚开，小老弟！躺下吧！啊，好哎！屏障部署完毕。已消灭出生兽。是。只剩两个了。完毕，能量分解器升级了，快加起防御，可以去杀敌了。太棒了，别怪我。好，谢谢。耶、yeah, 太好了。修复武器柜，谢了。敌军来了，上场可以去杀敌了。起来战斗，来吧！是个小干扰而已。小心，是被蓄者。逮到你了，哈哈！已部署岗哨，视为己。哨兵倒下。又解决了一个。看看我找到什么。什么？当真吗？谢谢，逮到你了！可恶，我受伤了！帮我一把！收到！搞定！我准备好了。拿到了。逮到你了。
战士做得好。你好多了，对吗？只剩一个。分界器满了。岗哨就绪了。分解器抽取完毕，能量分解器升级了，又解决一波攻击了，还有一波要来。就是，不错。这才像话嘛！你部署屏障，就绪。哦，打中了！看看我找到什么。屏障部署完毕。时间到，他们攻过来了！滚开，小老弟！已部署岗哨。失效。岗哨没弹药。继续保持，我好了，你部署炮塔。后退，老兄。哇，好哎，你成功了。那好吧，不好意思啊。战士做得好，机关你了。设置好一个手榴弹，完成了，准备大干一番吧。看到狙击兵，收集完毕。哇，很好，这我拿走了。就绪，屏障修好了。哈哈，好哎。正在修理屏障，拿些能量去。时间到，敌方援军来了。我是使用致命使出生效。你面对的是黑甲护卫，敌比摧毁了。你不会喜欢这样的。好。按倒狙击兵，来呀，向长城进攻了，可以去杀敌了。很好，我准备好了，让你脑袋开花。太棒了，转速，真是太夸张了。要少来一点。待会见。后退，老兄。救得好，解决了。回想你受过的训练，真是。待会见。岗哨修复了，有的狙击兵，注意
是哨兵。倒下！还有两个。收到。分接器抽取完毕。分接器升级了。喂，我们有30秒的时间来重新整队。就是。屏障修好了。保护分接器，组队。屏障部署完毕。不行。敌军来袭。好诶。很好。武器快升级了。这可不妙啊！完成了，准备大干一番吧！岗哨没弹药了，他们在破坏分接器。你标记嘴一边有弹药没了。老兄，别惹他们家族的人。你好运用完了。逮到你了。我准备好了。走队，老兄。岗哨是。有狙击手。真棒啊。已标记重型机器人，我处理好了。剩四个。已标记狙击兵。恭喜你，我回来杀敌了。屏障修好了。屏障部署完毕，分接器满了。嗯，这够样了。收集完毕。喂，我们有30秒的时间来重新整队。耶、yeah, ，太好了！武器柜修复了。领取真是太棒了。就绪、这才像话嘛。就绪、屏障修好了，已部署屏障。时间到，真可以去杀敌了。岗哨修复了，屏障修好了。哇，是狙击兵哎，后退，老兄。总上来，我的管子还在。发现重型机器人，来吧！可恶，好丢脸。你不会喜欢这样的。岗哨已装填弹药。分接器要毁了。我的本事还是满足。看看我找到。是。我在流血。已标记狙击兵。好了。嘿嘿，是狙击兵。哇，这个我要了。嗯，这个有用。屏障修好了。
屏障部署完毕。太棒了！已部署岗哨，岗哨修复了。很好。好样的。能量收集完毕，分接器升级了，开始建造。他们在破坏分接器。分接器抽取完毕，岗哨已装填弹药。已领取。岗哨修复了。这才像话嘛。敌军来袭。有一个哨兵精英，小心。岗哨升级了。标记敌人了。哨兵倒下了。后退，老兄。看到守护者，是守护者。太棒！敌人来袭。很好，奥塔故障了，太好了，能量收集完毕，能量分接器升级了，管他们接下来怎么对付我们，我准备好了。已部署屏障。好哎，能量收集完毕，分接器升级了。好了，武器柜升级。耶、太好了，他们来了。注意，是洪水号。你面对的是黑甲护卫。我准备好了。他们真的把我惹毛了。你标记红准号。你不会死这样。不对，老兄。敌人来袭。那好吧。太感谢了，是守护者，战士们上啊！糟糕，我的本事！嗨呀！不对，老兄！嘿嘿。那好吧。可恶，我受伤了。你标记守护者。你部署炮塔。你不会喜欢这样的。守护者倒下了。还剩一个。战士们上啊！已部署岗哨。拜托。
上吧。炮塔摧毁了。敌方援军将在30秒后抵达。把我保护能量收集完毕。谢了。不错。我准备要上场了。别怪我。岗哨升级了。好。敌军来了，分接器受到攻击。不行。标记敌人了。上场吧。小心后面手榴弹后退，老兄。他们在破坏分接器。兽兵已消灭，还剩两个。保护能量飞组队，组队。蜘蛛对苍蝇说：“很黏吧？”能量收集完毕，能量分接器升级了。大伙做得好。好了，手榴弹设置好了。啊，太好了！好哎，耶，太好了！是我先看到的。我的本事还在。时间到，他们来了。发现皇宫护卫兵。好哎，瞄准我的目标。站起来，快起来，让他们付出代价。有破片手榴弹，敌人来袭。请求支援。你不会喜欢这样的。紫衣兵倒下了。你标记掷弹兵。哦，那当然了。是紫衣兵，把它解决掉。发现紫衣兵。保护能量分接器，分接器抽取完毕，能量分接器升级了，该开始建造了，正在修理屏障，可以去杀敌了。能量收集完毕，屏障部署完毕。蜘蛛对苍蝇说：“很黏吧？”正在修理屏障。敌军来了，瞄准我的目标。兽兵已消灭。他完蛋了。我们上吧。标记敌人了。我准备好了。解决了一个紫翼兵。后退，老兄。解决一个兽兵。是我先看到的。已解决点日长。
我看到三个。拜托。岗哨收复了。能量收集完毕。能量分界器升级了。岗哨已装填弹药。哇，很好！能量分解器升级了。岗哨已装填弹药。敌军来了。你面对的是黑甲护卫，标记敌人了，跑了，可以去杀敌了。哦，该死，是风龙兽。你不会喜欢这样的。是我一击。它过热了，来吧。这位士兵还不打算躺下去，还没完，试试看呢。我起来了。哦，那当然了。丢出电击手榴弹，发现。都拿了。干掉一个敌人。你不会喜欢这样的。我的本事还在。总队老兄，把我宝物分进去。好少，又少了一个。起身攻击他们吧。啊！可恶，我受伤了。我帮你。我倒下了，快点！宝物分解器，已部署岗哨，帮我保护分解器。我随时奉命。看到带人兽，已标记带人，你不会喜欢这样的。别挡住我该死的目标！你下地狱去吧！你面对的是黑甲护卫。可以去杀敌了。